大家有没有看过《北非谍影卡萨布兰卡》那部经典名片呢？这里就是它里面最有名的瑞克咖啡馆啊，瑞克咖啡。我们的行程很可惜没有安排进去里面喝咖啡或用餐，而且它中午才开放。我们现在是早上的10:30，所以说有时没有办法入内参观，就只能在那边拍个照，这样走一走。刚刚在海上清真寺有飘一点雨，还好现在太阳公公很赏脸，放晴了，放晴了，好棒哦！对，现在这个，然后我现在才知道，因为昨天有讲说，其实这北非谍影这个咖啡馆啊，其实它的现场是不是在这里？是，对，实景不是在这边，对啊，但是因为有一个美国人，他来这边，他觉得哇，他真的是太喜欢了，所以他就在这边开了一间咖啡馆。Ritz Cafe， 对啊。这其实并不是电影里面真正的场景，因为那是在摄影棚里面搭的。可是他就因为因此这样很有名。对啊，我好想要进去哦，好可惜。不过没关系的。这个大概周围是这样的情况。好 ，OK， 再来拜照吧，来。